看到它出水的时间。 现在大概16秒，17秒，好，大概到这个位置差不多了。80%的时间，大概刚刚大概是20秒左右吧。嗯，要设20，然后这个总灌量给它设25，让它会有一点余量的时间，对吧？嗯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然后这些基本上都不用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就下面一步。 坐这里，刚出现漏水的情况。对，刚出现漏水的情况，我们要检查一下为什么漏水。首先起来一下，看一下瓶子正不正。瓶子，瓶口密封，是不是有倾斜的？像这个是看的蛮明显的，这边是斜的。对，斜的话肯定是不行的，不正。啊， 这个时候，之前给你说的预警就是在这里，不要急着先调紧，后面还要再调一次。对，现在就要调每个瓶子调重。 基本调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只要调这个卡瓶调好了，它一般前后是不会偏的。它刚刚是卡瓶有点偏，没调好，它就会偏这个。 但现在我们可以从侧面可以看一下，它是比较重的。